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FCU Easy Test 解题。目前解说的是听力测验第三回第27题。When will delivery truck arrive? Delivery truck 就是 delivery 是运送的哈，配送。那这个运送的卡车、货车什么时候会抵达呢？好，所以这题在问的是一个时间，我们要回答时间。所以这题有提到时间的有 B 选项 ，It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。哦，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到。或是 C, it should be delivered by noon. 好，这边 it should be delivered by noon 要小心哈，虽然有扯到 deliver, 可是呢，这一题的 C 选项的 it 在讲什么？哦，难道是这个 truck 吗？这个货车随时都有可能被配送到这边来啊？这个被动态不对啊，我们不是要问哪个产品什么时候被配送，而是这个卡车或是这个货车什么时候会到。好，所以这一题我们比较适合的答案应该是B 选项，就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到，可能下一刻到，可能下一个小时才会到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选到 B 哦。 OK， 以上为本题讲解，谢谢。